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宾传教士。耶、yeah, ，又来这个公益车的活动啊。这台是我们的公益车，1996年的 Tosail 1.5 的，我们刚忘记洗车了。故意的啦，前后对比。对，这一台其实已经在之前有偷偷有在荧幕上面有曝光过了，小时候有开出去，我们眼尖的网友应该看到了啦。外表还真的是蛮有使用的痕迹。哦，够猛够狂啊，就是呢，跟我们18年的嘞。干嘛？哦，我狂，我跳钢板用的，其实锁上去就好了，我还留一些东西我来用的。来，一样1826，它说实在是没有裂的，可是时间偏久一点。我搁看到啊，好了，阿丽敢突破啊？破了一个洞哎，这个办法。这个如果要做呢，两种就是要烤漆嘛，啊，这个要请人家补起来再烤漆。说实在的哦，这搞不好换了一块还很便宜，可是这样就换了一个叶子门。这车这么久了，有换过应该是还好啦。好了，我把引擎室打开好了，放比较久比较没有电，我先让它发动一下了。老蒙老都真水耶，你看到没有很湿，蛮干的。回去等下底盘清洁看卖的，有水，好像也红色的，应该有水香精。那酒你看那雨刷壁都飞仙去啊，这到时那家己喷的嘛，所以不会雾。这都玻璃的，冷气很冷。目前这台车跑23万，可是它你看哦，它20万的时候换过皮带。对，等一下就先路测，先开完回去顶起来看检查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路测。对，等一下路测。好了，现在试车了。升降机的声音。这个是88米。习惯。你可以洗。啊。叫人不一样。我们先到这个烂路好了啊。我觉得它蛮好开的。它的方向盘你觉得需要吗？哇，这硬了哎。这不用点你了嘞。6.36，哇，189哎，我特别改。可是它这个断差好大、啊。对，为什么？可是它这个冰哦，你贴。可是它这个冰哦，感觉上底盘没什么意义呢。刹车嘞？刹车我觉得是 OK 了，因为刹车不好，其实停一踩就知道了。好，来配刷喽。嗯，最喜欢开这种小车爬山路，你看，踩快一点，还可以跑哎。欸，它加速不会很差哎。我现在比较担心后保杆掉线。不会啦。好了，那现在回去检查啦。感觉没什么声音。欸，對對對，你管我英文怎么样？还行呢，还不错吧？嗯。看一下音响是好的吗？这样怎么样？很精准。然后，哦，有呢。啊，这是通病。对，通病的。只有这个是好的。这沙漏沙的那种，不用啦，改装一下就好了。好了，回来，回来了，去小陈那边检查。来，我们请巨哥来看一下。我看看还不错啦，最少还不错啊，摇臂盖都没有漏油，没有漏油，比那个 LA 好多了。是啊，啊皮带还很新，皮带很新啊。然后这一条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新？还Toyota原厂的哦。而且它这里就有写。对对。这是正时皮带啊，你说这台开23万嘛？对啊，所以才跑3万而已。引擎脚有问题吗？会不会抖？不会，底盘应该也都没什么声音了。最会漏油的有没有？台令仪下面没有，干的啊，干的，干干净净。看一下车，哎呦，赞赞，跟新的一样软。这台真正袂歹，够料水。变速箱油比较黑一点点，对啊，所以到时候就一起把它换掉。机油都一定爱换，迄路边看，空气起码迄种。做位换换的，除非这只听起来够新的有啊，啊顶盖一台，弄下萝卜套，打开是新的，打开新的，连套子都没拆，对，那是最好的。这个都脏了，嗯，换掉换掉，那这个没有冷气芯，这种旧车最舒服的就是不用冷气芯，它这台冷气很冷，对，冷气很冷，清澈。哦，没事，一百，嗯，一百，九九，马林这边看水管嘛，无啦，真空管啦，哦，真空管，这是冻啊，较重要，较去站有无？有诶，旧诶拢会闭起，哦，去站，用去接嘛，这个，接到真空辅助器，有没有？因为这跟刹车有关系的，这个如果破掉，刹车踩下去是硬的，然后刹不住，对，啊，冷气从上面看起来嘛，这个接头这边没有漏，
这就是接门封封浆的，接到里面去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换了斜的，看得到吗？后面这边是斜的，前面是平平的。对，哎，来对来对，里面这边歪歪的。对，现在换掉就好。啊，你看这边都干了。表示他的年代是真的没有漏啊，灰烛外面弄啊，啊火星灾哇啊，不然不然不爱看，这还不错呢，包油工都是好的，一般这拢会淡淡的，对啊，一般这拢会淡的啊，下面油啊，嗯，现在拢好，有的拢大的，啊，有厉害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看完了，非常的干净，你可以看一下下面，先整个拍下面，好不好？干干净净，看起来是有整理过的，所以都干的，有吗？到底也不会有那种油渍的感觉。对，这边也是，有吗？防尘套，这个发动机的，对，那再来这个就比较严重，这个已经破损的比较严重，有吗？全弄走了，对，它整圈都裂开了，整圈。那避震器之前有换过，避震器有换过，中阿伟，这马龙就搞的，对啊，这个不好用，这种车较不好用。这个之前这边有撞过，啊，你如果要用这个，这个有底格就一定要换。哎，基本上加强的，这是加强，我靠，这得是加强，就是保护的啦。保护的，后驱轴都没了，都大的，大家都省省，因为人家可以，啊，没了。启动马达换过新的，啊，水泵补来新的，他上次换正时皮带的时候都换了，哎，水泵补在这，新的，有吗？而且是总成件新的，对。启动马达换过，很新的，很新啊。然后你连方向机来，你来这边拍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是很新。对啊，啊，引擎脚看起来是都可以用啊。OK 啊。对啊，只有水箱比较差。那我们来看压缩机，压缩机下面看起来是都没有漏，有没有？干干脏脏的，啊，没有油油的。对，基本上冷气会冷，这一台真的很赞，这一台真的很赞。好，我们去看后面，后面。避震器新的，然后条啊都还在，嗯，两边都一样。它这一只扭力梁，然后所以基本上这一只不太会坏。然后再来就是汽油管，也都没有渗，也没有裂，可以。这边喷泵也都没看到漏油的迹象。排气管这个就比较容易破，要看一下。开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异音哦，可是看起来还好嘞。是啊，嗯，而且一开起来有声不？如果进来我们公司那一个突然那个洞会可能搞不好这类啊，对啊，这已经进不去啊，这嘛是就盖子而已啊，对啊，防上盖而已，没办法呢，对吧？这后一盘嘛是归用水的，归用水的啊。好了，这材料什么材料？水箱右前外侧防尘套没了，左边吧？啊，左边外侧啊，还有一个火星塞，火星塞，胡拉姆回族啊。应该就这样子了，因为这台真的还不错，真的不错了，就是外观比较差而已啊。对了，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哎，变速箱有漏？对啊，水箱跟风扇一起下来。哦，新的，全新。然后这个头，你看在这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对一下这个头，这个角度。嗯，这个是这一颗，这一颗，这一颗要自己锁。这是下面那两根油管，对，有的时候新的来都松的，确认一下都要焊紧，不然装上去就不好锁。先要把风扇拆过来，不会吧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弄我？哎，拆这一颗螺丝，有时候花比这些时间还久。他不知道几百年没拆了啊。这个简单的先装了。哎，这个是上面两颗而已。对啊，这个下面用插的，它这个是三颗螺丝固定。来，我给你看它怎么拆不下来。这边有个四角形的。哇，就是这样跟着转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拆下来。
好，只能剪了，不要再玩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好了，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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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要想办法让它下来。出来了，走。还有这个螺丝。好了，不会动了，不会动，不会动，我们就可以来用下面了。机油芯要从，要从这边，这边，因为只有这边有位置。可是位置也很小，其他地方没有位置，没办法，这个旧款的车设计就是这样，位置都小一点，然后机油还会流到下面。新的要上啊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手收紧就好了。它这个滤芯就是讨厌，拔下来就是，全部都喷在上面。那你不清干净，下次以为哪里漏油，然后又找不到。太紧，出不来，所以很多外面都不愿意换防震罩。只是换掉，你又不用那么麻烦。敲不出来，敲不出来，没有用。所以要灌两次油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碰到这个油，可以混。大家应该都看出来哪里不一样，会被弄死啊！对，但是旧的油要挖出来了，都要旧的油要把它清干净啊！
换空气芯，然后换电瓶。这样就很明显了。嗯，单纯看旧了，可能有的时候会看不出来。还不过这边是冷车，嗯，这边是热车下线，嗯，所以它现在在冷车这里而已，嗯，所以然后再加，再先加半罐加。再让它转一次就可以熄火，然后换手，换完这一台就收工，有史以来最快的一台。有啦，有更快的。有吗？有啦，一台是一个下午搞定的哦，而且是4:30才停进来哦，现在快8点，应该没有比它快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会更快啊。啊，对啊，卡在传动轴，以后传动轴换新的，不要再用了。我要改对锁啊，对锁要从里面。你有办法套上去啊？套不上去，不能就颠倒，这样放下去，不能的给我。风纪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耶、yeah, ，大家，我这科比传教士耶、yeah, 弄好了。哎、欸，妥帅哦，整理好了。上完架之后，有空就可以标价了。方向盘干爹这次也有赞助，他说要换一个木头哦，有木纹的。哦，木纹的，我想说木头啊，我查给你看啊，那个作品。是，明天才会来、哦。明天来就补上就好了。哦，啊，内装也清好了啊。哇，就素颜的嘛。很赞，这门皮其实都算顾得不错，能磨熬哎。像他之前的房那漏水都坏掉了，不错。天线，哦，这天线都没派上，也都没用出来。哎、欸，维修的东西哈、哦，这一张机油、机油芯、空气芯、变速箱油、水箱直接换掉，好，水箱金、火星塞、传动轴换成套，刷啊啊，换成套的 OE 油，哎、啊，点滴嘛是呢，清洁剂、钢珠。这样花了多少钱？哦，这样花了15,390块，还不包含我自己买的那些材料，有动微补了嘛？虽然它还是有一些暂存的痕迹啦，可是至少哎，猛一看没事了吧？嗯，啊，大家如果在标的话，你自己斟酌一下，
好，这一次都比较简单了、啊，关户差不多就可以牵走了。除非你想哦，你要啊格子要通贴，假设你真的要烤漆，没关系，那我再给你报价。啊，是换轮胎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。还是我要请泰山再开个两天。啊，对，下一台已经在做了啦，已经在安排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个月都要做一台。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现在我们都直接进来，我们就先处理好了，把一些安全性的东西都会检查换过，该换的换，该修理的修，好、哦、啊，再上架。对，这样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再给你做更多的影片给大家看。耶、yeah, ，拜拜。咻。